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娘频道，我是兔兔。今天是恭喜的收显日，对，他今天四个月大当天，然后今天会有诸多位干妈来一起祝福他，并且在这里有一个认干妈仪式，就是以这个影片为证，从此之后我就是你的干妈。我们现在要来就是布置这个房间了。我觉得这个修暖呢，我期望是算我们很简单温馨，但我觉得该有的仪式感还是要给他做足，怎么服装搭配啊，场地布置啊，反正温馨了。好不好？好，你等一下要修暖了啦，你要修暖了啦，小口水怪，最可爱的小口水怪。狼妈妈给恭喜搭好了今天的穿搭，对，主要是四个月大，好不好？好可爱，学院风哎，那个彩虹，对，很多小巧思在里面的，就说。你妈每次帮你换衣服换到一半都会这样挂在你头上。不要吃手手，宝贝，不要吃手手，我们不要吃手手。等一下给你吃其他的东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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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小肉香煎好可爱。赶快吃一下豆腐。妈妈帮你把衣服穿好了。省得另一个妈妈一直给你吃豆腐。来，吃手。坚决不献出他那只手。你穿这个好帅哦！怎么这么帅啊？好帅哦！来，酷，扣上口水巾就完成了。耶、yeah, ，小口水怪，最可爱的小口水怪。哎呦，呜、哦！你今天很帅哎！今天很帅哦！最帅四个月宝宝。就说。今天是你的大日子哦。嗯。我们现在要来帮他弄一个小照片墙，之前帮恭喜拍的出生写真、满月写真，好可爱、啊、哪张啊？四张，我就喜欢这个像天使的，我给他一个爱心。这张吗？好啊，拍照这张。我喜欢那个大脸，这个大脸，这个脸才比较大。这个大脸，好。这个。就像结婚一样，对呀、啊。我们布置完了，简易的布置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箱子垫高。等一下这边会放饼干，就是让干妈就是好拿，这样跟她这样吉祥话帽这样吃饭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她小时候的超音波照片，她的背景有之前满月拍的因为写真，还有这一本书可以给大家翻阅。主角我们就把它放在中间。真的感觉超温馨的。今天是你的大日子呢，小宝贝。记录一下一号干妈率先抵达，祝年年好飞。笑得很开心是不是？不过人家手握成这样啦。这里是一个干妈的亲妹。宝贝，你记得我？我真的很巨。不对，我也觉得。这个狗什么意思？这个狗先过来，好可爱呀，小宝贝。这是二号干妈，哎，安安，嗨，他是我们的经纪人，是干妈三号。对，哇，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周贤仪式了。来，宝贝，今天你是主角。这一排大人站在这很有点好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来，今天很简单哈，就是大家呢，大家站在我前面。Hello， 听我讲话。大家呢，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小饼干？啊，等一下呢，先讲吉祥话。对对，讲完之后，可以整块这样粘，也可以搬一块粘。啊，要粘或挥一下都可以吃掉。再说一次好不好？就是呢，我们呢要先来讲个吉祥话，吉祥话讲完之后，饼干拿起来，看你要拿整块或是掰一小块都可以，啊要挥一下或是真的沾到它口水都可以，然后把它吃掉。要吃到它沾口水。OK， 也可以挥一下，真的要吃掉，因为这样才是代表说把它的口水收起来，让它不要一直这样流口水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们两个也要讲哦。好，开始吧，一号干妈。等一下，我还猪狗哎。宝贝，等我一下，他在笑。嗯，好，我要讲吉祥话给你听，你要看我。修暖修哒哒，好利卡金哥妈，妈妈。好，再一个，修暖修哒哒，乖巧可爱零零听。哇，好可爱，爱你哦，宝贝。饼
干，最重要的饼干，来帮你收咸，收咸。呀，他碰了啊，干妈口水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啊，我要吃掉是不是？对对对。Oh my god！ 你真的吃哎、欸，真爱真爱是真爱。不是嘛？跟你说一件事情，你要健康长大、哦。跟我说不用吃，没关系。你要健康长大哦，真的吗？这是我的，你长大再吃。另外三个面色凝重。我这边要特别说一下，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跟各位干妈说要准备吉祥话，然后大家又开始觉得好像，你看我们两个多好，压力好大哦。恭喜宝贝 ，Hello， 我是干妈哦，祝你这个是什么？收咸收离离，家人团圆永不离。收咸收干干，步步高升做大官。哇！有没有想要吃一个小饼干呢？真的？你狗伸舌头哎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沾到就好了，沾到就好了。你也吃掉，你真爱耶，天哪，宝贝，祝你永远健康开心快乐，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一件很美的事了，知道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好可爱、啊、好可爱，好温馨哦、喔、宝贝你很棒耶。好了，我们二号干妈已经完成了，谢谢二号组，你知道你参与他最多，参与了非常的多。那你要讲我哥。我决定要放弃讲台语，恭喜。收咸收离离，人见人爱好脾气。收咸收干干，事事如意又平安。哇，好像喜欢呢。好脾气，已经很符合。人见人爱啊。哦，谢谢。喜欢哦，喜欢喜欢。要咪一狗一点点。哦，好。他很配合哎。嗯，你们都很优秀，你们都吃了，你们在给我很大压力耶。两个小时。太大力了，恭喜宝贝，妈妈永远爱你，你要平安健康的长大，我们脾气要好，要多才多艺，压力好大，然后人见人爱。他开始皱眉头，你有在确定哎？我们来收弦，口水没 口水被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哇、哦，还是有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。因为他刚刚已经没有什么口水了，怎么了，宝贝？他可能对你刚刚的期许有一些抗议，因为你刚刚期许要求太多。与其对你期许要求，我更是警惕着，期许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，能够帮助你、引导你。我期许自己能在未来每个时刻都明了自己跟你是不同的个体。我们脾气要好，要多才多艺，然后人见人爱。那我希望你可以过得快乐，好不好？这最重要的。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宝贝，我是狼妈妈。狼妈妈有些话要跟你说。今天四个月大大日子，我们要休暖，好不好？妈妈希望你可以，妈妈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长大，然后要快乐，好不好？好哈，妈妈爱你哦。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，吃一口。啊，谢谢你。好，我多话想讲哦。现在是我们的认干妈仪式，我们就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有个奉茶这样，就像结婚那样，很简单的。恭喜的话呢，就是用水稍微沾一下这样。那我们就要开始喽。好，连茶都是现成的，不好意思啊各位，因为带小孩太累了，就不泡茶了哈。好，来一号，意义就是我们透过这支影片，由这支影片为证，你就是他的干妈了，所以你就要好好说，撇不了关系哦。你要跟他说的话，就是讲你现在有一个这个干儿子啊，你对他的一些承诺啊，承诺他好啊。哎、欸，你被录起来，你自己要加油、哦。对对对，以此为证，以此为证哦。先不要夸太大。我先想一下，我们这个一号干妈呢，他是卢。美妆博主非常有钱，不是啊，漂亮好不好？我们希望就是干妈都漂漂亮亮的，那恭喜就可以沉浸在一个，那喜欢哈，喜欢漂亮哈。卢呢，跟我们交情其实也蛮深的，跟我们家一家大小都非常熟，就是在恭喜出生之前，跟我们的猫啊、狗啊，我们两个啊，也很多的祝福，
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的祝福可以延续。所以你想到了吗？我已经快辞职了。恭喜宝贝，你是我的第一个干儿子，我也不知道我今生会不会有孩子，但是没关系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乖儿子哦，知道吗，宝贝？如果我未来有遗产的话，我愿意全部给你。哇！以此为证，以此为证，赶快来这个健康奖，大家知道吗？还要相信我，谢谢干妈。干妈反悔，赶快给他喝。这样兔狼会很认真督促你赚钱，因为你赚钱都是他。没事啊，我人生也只剩钱了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妈妈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干妈。我们的二号干妈，刚刚一号已经说了更有钱，所以我们那个有钱程度是按照那个顺序的，越来越有钱，好不好？一样跟我们交情很久，然后也参与我们人生很多，甚至在我们植入那一天，因为刚好 Arrow 人在美国，又陪我们去做这件事情。那两个人在讨论怎么这样，我牙齿在这样，我很像爸爸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你还是一颗蛋的时候，二号干妈有一起哦，专门帮你穷紧张。哦，你知道，恭喜宝宝，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遇见的人都是善良的人，即便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，没有关系，你永远是可可爱的那一部分，妈妈们都很爱你，姨姨们都很爱你。干妈呢？干妈要做什么？干妈就是把能给予的东西都给你。大家都给他好多、哦，而且干妈还有一个妹妹在这里。干妈有另外一个很狂热的妹妹，对，妹妹会帮你生很多小奴隶的。你有特别要补充的吗？愿在这个混乱的世界，你永远保持善良，好不好？偶尔不善良也没关系，对，没有人会怪你的，没有人会怪你。姨能了解，那请喝吧，请喝吧。以此为证，以此为证。三号干妈是我们的经纪人，我们经纪人就是给予我们很多，帮我们就是捞案子。自从有了恭喜之后，案子就是疯狂的、认真的谈，就怕恭喜吃不饱、穿不暖，对不对？来，艾娜，请说。已经强调了，登出了。我真的从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之前就一直参与你。那从冻卵。哎，从最一开始哎。以后我也会对你很好，然后帮你们妈妈接很多案子，耶！生活越过越好，耶！耶！耶！讲到钱的时候眼睛张开了，来，沾一点。影片以此为证。我们弟弟呢，到这里已经睡着，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我们还有四号干妈跟五号干妈。四号的话呢，欢欢跟老黄，他们现在就是在日本，也是做试管的疗程，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亲自来参与，但是他们有一些祝福的话想跟恭喜说。恭喜！我是小黄干妈，我是欢欢干妈。对，好可惜，这次没有参加到你的 party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跟你的兔狼妈咪一样，我们在国外做一个小 baby， 希望你可以平平安安长大，然后我可以教你钓虾，因为钓虾很好爬，妹妹。而且你跟我一样是狮子座，我们生日超级近的。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功用？我可以带你去东西。妈妈可能不要很乐意。最后也很谢谢兔狼在我们这一次出国的过程中非常关心我们，我们回国约哦，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们的五号干妈吴诗雅生雅，她是兔兔的大学同学，以及我们在美国在植入恭喜的这一切的住宿，她就是非常慷慨的给予我们很大的协助。干妈二号，好，嗨，她一样有一些话要跟我们的恭喜说。Hello， 恭喜小可爱，我是诗雅干妈，在你还在肚子里面还没出生之前。其实有跟妈妈们住在美国一段时间哦，下次干妈回台湾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希望你健健康康快乐的长大。如果之后有机会来美国玩或是来美国念书，也可以来干妈家住一段时间哦，拜拜。我们的这个收显仪式就是这样这么突然结束了，然后这个宝宝的那个耐力也差不多刚好到了尾声。我今天觉得他很努力撑完工厂，就是一切都刚刚好，结束的时候他也倒了这样。对，大家把他的那个口水都收得很干净，收得超干净的，平常才不会这样。今天影片就到这了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小王说拜拜，拜拜，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耶、yeah ！恭喜啊，祝你有个好梦哦，拜拜。他给我翻白眼嘞，可爱。拍一个小围兜兜很可爱，欸，我有试戴哦，这个超舒服，好可爱，我要确定它不会痛啊。你可以吃很多哦，喜欢吗？好的笑，哎。
样喜欢呢、啊？一个小娃娃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舶来品，舶来品啊！对对对，从意大利带回来。哇，舶来品啊！谢谢干妈，不客气。这送你的小外套，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，彩色的。希望你的人生跟他一样非常缤纷。谢谢干妈。